咱已经十几年无见面啦，你即摆好无？桂枝龙，你出现啦！你到底要创啊？我知影，你对我心头有冤枉，也毋过当初时，我也未对阿爸甲你见面，迄时我出车祸，你看，我即摆变成安尼，含家己拢无法度照顾家己啊！ 没有再照顾你了，你讲对吧？你讲白菜，当年我有先去找你，你唔那个把你查某囡仔做伙，佮逼我甲囡仔提掉，我笑到万分。我以前一直目睭青迷，才会实在对你这种查甫人。我只想要问你，老婆祖是不是咱的查某囝？你莫在遐半路认亲情。 我无正好命，有一个这么唱歌的查某囝，既然不是咱的查某囝，那另外就要放心去找媒体，把代志真相讲出来。柯志亮，你莫我白来。看你这么紧张着，伊一定是咱的查某囝着吧？柯志亮，我不准你伤害宝珠，若无我袂帮你算。咱查某囝这么是红瓜青，足够趁钱，我想一定不忍心。 看到哑巴，三脚无进门。柯志龙，你有地址对不？现在集合你。我，你袂使我袂讲话，知无？<笑>你放心，我知影。 我问你，迄个查甫是啥物啦？你甲伊到底是啥物关系？你是安怎要摕钱回？我讲啊！你到底是啥物关系？你是安怎唔敢讲？爸，你莫安尼啦，妈也无做出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，莫遐大声，莫安尼甲歹啦。你入去。 这是我甲你妈的代志，你囡仔人莫插嘴。爸，你甲妈的代志做事，本来就是个关心嘛，搁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咱是一个伙仔呢。你即摆会安尼讲啥好？爸爸，刚刚问你一句话，真正你甲你妈有着保住我的代志，不甲歹面相看，谁人好惨就无代志发生。爸，刚刚。 你希望我甲妈安尼拍面相看，大细声，你才会欢喜哦。这件代志，你先莫讲。刘三，我即摆问你，掠过遐个查某到底是啥物人？现在你甲伊看起来感情真好，你搁摕钱给伊，你到底有啥物代志袂用讲？你即摆做一个甲我讲个清楚。 万浩，迄个人是我的同学啦。伊讲日子歹过，我看着白白也是同学的份上，啊，替同伯姐害伊过生活。敢讲我一点仔同情心，你嘛要甲我怀疑？是啦，爸，我即马拢解释清楚啊，你就莫阁生气啊，无代志啊啦。 这样。